中国官媒日前发布，中国解放军不战机气人大爆发，夺岛登陆强压美军。中国解放军不战机气人无人攻击系统，多款国产形态各异的现代木牛流马纷纷登场。他们用特有的本领向世人展示出机器动物在军中未来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官媒更声称，中国解放军不战机气人大爆发，夺岛登陆强压美军。